光输出缺了点，控制能力也没那么强，因为兽王和天使红塔都没跳刀，得靠虚空假面时间漫游解大。来了这波霍兰之前站高坡，虚空假面跳上来之后不想造这个霍兰，自己先被睡狮王把墓碑也立了，那这样这波是不是只死一个霍兰？蝙蝠再往前想继续留人，我们看右边蝙蝠好像加索出手了，成功拉到了这边的一个谜团，但是小小山崩及时又断到对方三人，兽王姗姗来迟也继续强势往前跟，虚空假面跳来之后一个大招大住两个，这波液体好像是没有人回防，宙斯在中路也是慢慢这个时候才往中往这个位置靠，已经来不及了。这一波其实液体根本就没想打，我们看到下路在干什么了，这个骷髅王已经是招了一波骷髅把下二塔给拔掉了。虽然说天辉方是打赢了一小波团战，他们是五打三，然后灭了三个人。但是中路就说牛逼放大招，但宙斯有跳。是的，留不住这个宙斯掉。对，这一盘的宙斯真的很难杀，只有虚空假面赵大才有机会能把他杀掉。打回来三个人头，但是在局面上面、地图上面还是亏了的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Liquid 中路一塔没有破，然后上路二塔也没有破，但自己 Entity 这边是中一塔没了，下二塔都没了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们上一塔如果再一被破掉的情况下，就他们肉山坑包括三角区、主野区全面失守。而且上塔掉是必然事件，因为现在虚空假面大招交掉了，兽王大吼掉了，牛头大爷交掉了，刚才液体的人死，液体的人的技能还在，就大招流打大招流，你大招进入 CD 了，我大招好了，我肯定要过来逼你啊。所以我们看到液体现在就是立马复活之后直接进行一波三人开悟，推着上路兵线看看能不能推上塔，推不了 OK 没关系，留下一个上路塔上的线眼，然后直接来打盾，然后中路小小跟宙斯还想来杀人，兽王确实比较危险，宙斯有大招，这里兽王啊逼墓碑，对，而且在肉山这个地形的话，对方的站位其实就没有办法站得那么好，层次那么分明了。Liquid 很聪明啊，他们运营一下兵线，然后透过古人开悟，开悟出来之后在野外跟你打遭遇战，宙斯然后直接就野了，想先秒哭，想先秒狮王，但是头掷都丢的狮王，还好是把狮王秒掉了。霍兰之渊这里拉出了一个 BKB 的虚空狮王过来跟上两刀。杀出查理点的谜团，哎，大哥，没拉住，反正虚空假面罩住这边那个谜团，宙斯给上一个雷云的支援，没能追到谜团，能换掉这个虚空吗？虚空又是跳了出去，回掉了一点血，然后这个时候，宙斯追身了，被蝙蝠骑士拉住，这波液体有点崩啊！我这波会崩是什么原因？是谜团僵硬崩的，它是一个极限时间拉的，哎，不过这里还在打，马桶哥顶起一个剑，两刀砍死牛头。小小再过来跟山崩还能打死对方买活的狮王，虚空假面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一个高坡位置，再看蝙蝠烈焰破击配合狮王的小僵尸还在继续持续的粘人留人，在虚空假面没有大招实在是不敢动这骷髅王，要靠自己队友的控制放风筝放死对面，牛头过来给上自己魔镜二连的控制，蝙蝠依然在一边节油，霍兰之渊赶紧睡上一手，骷髅王这个时候配合小小想过来杀，但是蝙蝠其实第一时间开启了自己 PKB 想找对方那个牛头一刀暴击直接半血，牛头确实比较脆弱，但是还好一先保存下来，打掉了骷髅王大招，回头又交上了一板，还能再控一手，非常漂亮，放风筝放死对方的骷髅王。哇，这一关这完全没得打，结果宰妹站出来了，兄弟看我看我表演，站出来了呀，链子王啊，这是。牛头空大，但是给板板了三个。这波虽然说大招好像没打到，但是剩下的板跟E控制力度打得还是很强。在刚刚那一波掉盾了之后啊，是感觉液体有点不知道怎么办了。虚空假面直接留住骷髅王。是的，这骷髅王肯定要死两条命啊。要死两条命，他开 BKB TP 也有蝙蝠的拉，哎，不是蝙蝠好像没拉，蝙蝠没拉，但是兽王也没有大的情况下，他不知是你，他应该踢走了。霍兰支援过来，又是一个阴影敌帮他拉大，但是牛头板直接断掉。宙斯在里面也无路可逃，小跳不跳出牛头的钩子，回头自己放大招妄图反杀，但是失败，然后这样无论支援肯定是的有点上头了，哎，这要入高地了，这真的就是有点上头，被谜团一个空大拉的，对呀，这个牛头过来，为什么这谜团怎么被板到了，谜团想来变个兵，想来 F 一下，想来放个凋零，他就是放凋零的时间，然后被板到了。所以最最主要是什么？霍乱巨人加宙斯两个人想要跟人家开团，你知道吧？哎，虚空假面是带盾的，他们俩踢下去了以后，杀掉这个虚空假面，自己还走掉不？哎，两个打，两个又来。
但是成功把虚空假面盾给打掉了。酷狂兵跟弹捏在手上，小小肯定是要死，回头过来又是一刀暴击，加上自己的一个锤带走对方的这边的一个狮王，自己交大招，但能帮他忙的只有一个霍乱之刃，而且起身之后又是吃了蝙蝠啦。然后平常好像又是一个扩大拉大拉出来的瞬间被牛头魔晶断掉。是的，哎呦，在我本来前面刚想问你啊，肉山那波是谜团本场的第一次拉大吧？对的，然后这是第二次，两次空大终结比赛就牛，意味着打一盘谜团打到33分钟自己要破高地了，而且是9-1开的局，拉了两个大，拉到的人数0。是的，我得乖乖拉着前来上了一波。刚才我们看最后一波好吧，最后一波希望谜团能有一个大招力挽狂澜，为自己前面犯下的错误弥补一下。关键是他前第二个那个空大空哥想过来先秒对方，那个狮王配合队友的输出确实给他秒掉了，但狮王有买货直接买提前上，将酷狂第一条命又是被白打了出来，虚空假面往前走直接原地一个招大，哎，谜团这个位置大招拉住对方的一个招大，谜团一虚空好像大招拉的还可以，但是马桶哥没有输出环境，对方兽王大招还是能继续断他，宙斯倒了买货，但战场肯定赶不回来，正面液体已经兵败如山倒了，牛头放上最后的一个庆祝大招回音机，把对方全部给击溃，买活的蝙蝠骑士再留对方买活的一个宙斯，感觉液体要敲出机器了，小小最后买活过来之后跟兄弟们一家人整整齐齐，最后一个人头让给 Pure 让他暴走，小小还吹风连拖连时间又一个上钩，这 Pure 好哎呀